盖习气非常重要，习气深的自己都不知道，都忘掉，别人给我们挑出来，我们要感谢，下一次就有人挑你，你要一发脾气，以后永远没有人挑你，那个亏就知道了。起一个好念头，做一桩好事，效果我们不知道，到阎罗王那里查生死簿就知道了。不善的事情自己晓得要公开，不善就变成善，社会不良的习气勤于改过，欢喜改过，常常改过，过失一年比一年轻，道业一年比一年增长，这是好事情，值得效法，值得赞叹。人生在世很短暂，一百年也不过三千年两百天，看开一些，想开一些，能让人的地方尽量的让，让是功德，千万不要争，千万不要求，争来的无理，求来的到最后算账的时候肯定是输的。人一定要知道极乐世界好，你翻遍大藏经还是这个事实真相，佛不妄语，句句话都是真的，用不着说假话骗人，事实真相展开来给你看，苦、业力、勇力、乐是从断苦来的，苦没有了，乐不必再去找乐。保守